个位置哈，都有它的原因，所以你每一个地方呢，你都要再去读，才有办法哈，不是光上课听。然后呢，记得讲义呢，你也记得要看一下，我会把今天讲里面的比较重要的哈，把它放进去哈，各位同学要记得看一下，那下礼拜在复习的时候才会听得懂。信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好，各位同学再各自一下。阿弥陀佛。这个位置哈，都有它的原因，所以你每一个地方呢，你都要再去读，才有办法哈，不是光上课听。然后呢，记得讲义呢，你也记得要看一下，我会把今天讲里面的比较重要的哈，把它放进去。各位同学要记得看一下，那下礼拜在复习的时候才会听得懂。信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好，各位同学再各自一下。谢谢老师，同学相互问信，阿弥陀佛。